关心今天最新的欧美股市指数呢，还有金价、油价。在美股方面，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345.95点，收在30924点；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274.28点，收在12723点；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了143.95点，收在2831点。而在欧洲股市的部分，英国金融时报指数下跌了24.59点，收在6650点。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23.69点，收在14056点。法兰西证商工会上涨了0.59点，收在5830点。而在金价跟油价的部分，金价是下跌了21.3元，收在1694.5元。油价的部分呢是上涨了2.85元，收在64.13元。